谢意，沈默走了，谢青走，我就只有你了，搬到我那儿去吧。 谢意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也不想影响你跟厉泽良，但是我做不到刻意隐瞒。家人之间本来就不应该有所隐瞒。那关于雪晴见厉泽良的事情，他有跟你说什么吗？ 他承认了，他去见了姐姐。他就说姐姐希望我幸福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厉泽良跟他聊了这么久，就没看出他说话的状态吗？上次在疗养院，他一见到厉泽良，就精神紧张，还有这次。 他跟厉泽良聊完，就失踪了。你说厉总是不是还藏着另一面？我不觉得阿燕有什么坏心思，他不告诉我，可能是有他的顾虑和苦衷。我生气的是，他去见姐姐，如果能早点告诉我，说不定我就能见到姐姐了。 姐姐甚至也不会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说到底，这事怨我。如果不是我疏忽大意，谢晴就不会走，这些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。 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不用太自责。谢意，沈默走了，谢青走了，我就只有你了，搬到我那儿去吧。 我的意思是，这样我可以更好的照顾你。我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明浩哥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能照顾好我自己。搜查队正在沿江打捞，但是没有任何消息。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，说不定姐姐还活着。 是啊，我也好希望谢星可以回来。